KLKK4G.com。的这颗红球可以用来做防守。看母球，哦，漂亮！回到绿球背后，回杆，线路力量都控制的是非常的精确。这一下，罗伯逊陷入长考啊！你看，非常规的这个解球线路啊，想撞两下带脚。这杆由于这个解球的线路，就这杆，就丁俊晖搞笑啊！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理由，就到这个位置，他要来接手这个局面。没有，这由于呢，这个解球确实线路比较难啊。丁俊晖误以为裁判就判了个 miss， 不是 for and miss 啊。然后再重新确认一下啊，裁判确认是 for and miss， 然后啊，再放回去重解。如果裁判只是判 four 的话，这个就不用再放回去了。哦，这次应该接到了。哎呀，撞到中袋的代脚。哦，好球！这次啊，但是漏球是必然的。这个是丁俊晖想要的。